OK 呀、啊，又是一把紧张刺激的实验室。我操！最近喉咙爆炸了，所以改用配音。开局还是啥事不干，直冲黑卡。顺便说一下，塔科夫黑边即将绝版，有想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找景阳，出问题包赔，一步给你处理到位，直接上手就能玩。刷完黑卡先别急着搜，外头已经有人摸过来了。又错了。这个老六大马路上进步，一看就是老鼠人，不跟你玩了，直接开溜。不是我走了，这一波看似我想溜溜球，但其实我是来一招以退为进。你听他酷酷打我，就知道上钩了。老鼠人最怕就是溜不到人，一旦溜不到人就急了，一急的话就会上头无脑冲，一冲就给他送回仓库。这小卡拉米还想溜我，属实想太多了。舔一下包，五甲四头还不错，那这把的启动资金有了，直接开始操作，到红卡这边溜一手。红卡没人，地下有人拉闸了，喝完饮料下去干睡他。看他有没有拉电梯，再决定从哪一边下去。哦，左边有人跑过来了，跑这么快赶着去救火啊！先不舔包，地下还有一个玩家，这会知道位置不打他，待会他就来打我了。是一把 M4， 好像在打鸡哥。后门的话应该是去要子弹去了。这个人打完鸡哥没舔包，十有八九是压子弹打状态去了。那这可好，你觉得地下没人管，那我就给你上点强度。别以为附近很安全，其实全是老鼠。来了来了，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来了。还想去关门是吧？你这打手电也防不住老鼠啊，四头四甲满改 M4， 香的脸。舔完包之后就可以开心的搜物资了，这把20分钟我保险还是空的呢。坤蛋啊，我坤蛋跟坤雕放一格，这不坤叫一声都说不过去了。有些人看景阳打实验室，主打的就是爱这一口。红卡没物资，直接掏机箱去。有弹没有？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哦，烟卡一张，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两格没有？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骗子，呼，还有新卡。好家伙，这把机箱的爆率还挺高，感觉这把应该还有好东西。没有，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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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看来这把机箱没什么货了呀，连最起码的两个骗局都没有了。还有最后一个机箱，看一下有没有希望。两格，确实挺不错的，三张显卡了。哇靠，再到前面开个起卧室看一下。五八华子，哇操，这个比特币一个50万呢、啊！最后再来看一下机库啊，没想到机库里面居然藏了个烂仔，但是他的抽屉好像没拉完啊，那就由我来帮你完成吧。抽屉没拉完，我来帮你拉，帮你完成你的遗愿。没有，再来一个抽屉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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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这个抽屉的话应该是没什么货了，看来这把没法完成这个烂仔的遗愿了呀。毕竟这个抽屉的机密文件可不是那么好出的啊。我靠，兄弟，三张显卡一个机密文件，